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罗马的奥斯蒂亚昂蒂卡这块呢，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庞贝古城的地方，它坐落于罗马附近的一个，在以前是一个港口一样的小城镇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里面吧。手平举就怼上了。这是正在修复的现场。中间过热水，然后现在在的这一块呢，这是浴场，然后它要在这个屋子里保温的话，它就从这些管道里面然后绕着房体走一圈，这样的屋子里就是暖和的了。聪明智慧的罗马人。大家看看这个像不像古罗马时期的二维码？有没有人有兴趣扫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扫出来什么东西？这边略微有点湿，感觉像可以泡一下。